明明就是阿公打电话来，什么爸爸老是跟我讲啊？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，我等你。我嘛希望曹凤带着你。少强这么对我有病，你给我淡薄时间。叫他大声的，安尼恁爸才唔认你。你曹凤若是无把公文退出，恁两个就爱待伫咧遮。我绝对袂阿凤。大家把公交你，我袂当讲你叫做这呢，叫少峰，我袂甲这面人代志压在，让你啥拢无。我无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。等少峰把公文退出，伊就爱等咧替你休息。嘉玲姐，你是中伤啦？你讲的这间建设公司啊，我袂继续。只有这间公司会当如期完工，嘛只好都替咱公司赚到上大的利润，无应该停止合作。明明就是阿公打电话来，什么爸爸老是跟我讲啊？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，我等你。我嘛希望曹凤带着你。少强这么对我有病，你给我淡薄时间。叫他大声的，安尼恁爸才唔认你。我这个人哦，一向要求爱上好的，啊，我甲尤亮当公司一个过客呢。只是经过遐侪年啊，小轩看官无看家，个性拢无变，我淡薄意外。大兄是咱家的大汉囝，啊，若无天成集团的副总裁，应该是我。今仔你曹凤若是无把公文退出，恁两个就爱待伫咧遮。我绝对袂阿凤，大家把公交你。我袂当讲你叫做这呢，叫少凤。我袂甲这面人代志压在，让你啥拢无。我无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。等曹凤把公文退出，伊就爱等咧替你休息。咱工地工人最有啊，上边赢啦。伊即马做代志哦，比你搁较知影啦。而且没有任何的差错，你真正哦爱甲伊加学一挂。平平拢是签名当因啦，啥人好卡拢是别人，歹卡拢是你呀。我一定想办法，甲你斗三工，证明你的能力比大兄较好。嘉玲姐，你是中伤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